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屁屁。那今天，今天是1月2号，不好意思大家。今天我就晚PO了，因为最近也有事情要忙，然后昨天一整天都在赶车回家，所以说真的很忙哦，不好意思。现在才发影片，就是现在拍影片。好了，那我们从2016年呢跨到了2017年，然后在这过程中呢，那我们的游戏想必一定会有活动啦。好，我们来看这次怪物弹珠有什么活动吧。忘了说，我今天晚上是怪物弹珠哦。如果我朋友就来，好，那我们这次的超兽神新角色呢，就是我们的潘朵拉。对，这只就是潘朵拉。然后扫雷反重，超反重，对，扫雷 M 然后反重。他第二个能力是好像是撞到怪会回血的样子，吸血啦，吸血，对，吸血。哦，想起来叫吸血，差不多这样子。然后我想抽就是他了，潘朵拉。对，然后这次还有出新春版的那个大天使，就是我们的沐天啦、啊，还有我们的堕天使哦，我们新春版堕天使。OK。这些都是之前的超兽神啦、啊，对 ，OK， 好，我的珠子就有65颗，所以我只能抽一次10连，那就来抽吧。OK， 秒抽法哦，记住哦，秒抽法。怎么没有？感觉有点普通啊。OK， 新蛋四，好吧，垃圾。OK， 那么下一只新蛋就好。新蛋。谢谢大家。阿多斯，为什么给我来阿多斯？这一颗新蛋，很好。这时候就来了潘朵拉，是谁啊？赤金角。潘朵拉，魔动，哈哈哈！我剩两颗新蛋，为什么要给我啊？哦，兽神弄，吓我一跳，为什么是给我阿多斯啊？为什么？哦，我的兽神龙，我想要知道那个罐子可以干嘛哎、欸，有一颗罐子好不好？没有，又给我说神谕，没有抽到潘朵拉 ，what？ 有点可怜哎。好啦，真是蛮悲剧的，好不好？没有抽到潘朵拉啦，很伤心哎。没有潘朵拉，而且也不知道卖什么东西。我今天好像已经清过背包了，我把那个吃一吃，好不好？忘了清包啊！嗯，今天打这个，好像是新春的角色，这都吃一吃。现在日版都会有，这样就不用再找你要的角色。这算是方便的一点。还有什么角色比较多、啊？就这个，就是那个。啊，吃掉！我在犹豫要不要再多抽一下，好不好？你就不要心软了，多抽，3抽送给他了，好不好？新春就是要快乐。哦，秒抽。叫大家秒抽法，必中5星，没有啦。哎、欸，是不是马超？是不是马超？是不是来错时间啦、啊？丢龟龟，啊，忘了包包满的，怎么办呢？有没有不要的东西啊？抽狐狸。
其实随便卖一卖就好了。黄忠啊，看到你就不爽了，不知道为什么。OK OK， 还可以再抽两抽，一样秒抽，听这个节奏就对了。好吧，加码两颗，有三颗，好吧，不中，对不起我自己。哎，中了，光神，光神哎，光神也不错啦，真的。没有秒抽法就对了，单抽也能中，好吧。最后一颗送给他啦，新春，新年快乐。没有抽到，惨了惨了，秒抽法秒失灵了。多天使不是多天使，怎么是马超啊？靠北。啊，败家败完了。哎、欸，不错呢，我才花了65颗，然后抽到光神，然后又抽到阿多斯，虽然阿多斯我不知道可以干嘛。好，那今天的收获呢也是不错的，好不好？好不好？那个阿多斯能干嘛？阿多斯，神话，神话哦，神话有加速反伤。反船，这只是反伤而已。嗯 ，OK， 好啦，阿多斯我知道可以把它拿去打别的网卡。OK， 好啦，那今天的新春转蛋我也没有租了，全部败给他了，好不好？好啦，我们今天的影片都差不多到这边结束了。如果喜欢影片的话呢，记得按个喜欢，好不好？那如果有兴趣的话，或者是想看我的最新影片的话呢，请按个下方有个订阅哦，然后订阅旁边呢有一个。像铃铛的东西呢，你也可以按下去哦，那可以第一时间收到我的影片消息，好不好？那如果想要看我拍什么影片的话呢，也可以在下方建议我，好，我会拍一些题材，我就当成题材来拍咯。好，那今天呢 ，PP 就那个算是屌抽嘛，没有抽到多那个我们的潘朵拉，潘朵拉真的超强的，没有抽到就算了，好不好？那我们之后说光神，光神也是不错的啦，光神可以打很多东西。OK， 那差不多这边结束喽。如果喜欢美的话，我已经讲过好几遍，好，这个就不多说啦。感谢大家收看，我是 PP， 我们下次再见喽，拜拜。